蔡正元豪宅过户给助理，自备千万贷款。哎，小柯啊，你也是来采访蔡正元的吗？对啊，依周刊爆料，蔡正元送房给助理，怎么有这么好康的老板呐？你不知道哦，那个助理就是之前跟他一起去瑞士游湖的马尾妹洪玲英。真的假的？听说他们关系匪浅耶。对啊，依周刊说蔡正元把一户千万豪宅过户给他，还自己背房贷。重点是上个月的台风夜，他被拍到去那栋豪宅5个小时才出来耶。5小时？蔡正元体力有那么好哦？这要问他的助理才知道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们还被拍到一起去按摩店桑子嘞。跟老板去按摩？对呀，他们也常一起吃宵夜。你相信他们只是员工和老板吗？哎哎哎，蔡委员来了，先问问他是什么情形。后来我很快把他还清了，但是我没有去把银行涂销。那后来我卖给这个那个洪小姐的时候呢，那个他并没有去贷款，啊，那他是学习柯文哲。哦，跟他爸爸借钱，基金会把他租来做办公室用。哈，豪宅当办公室，还真有钱呢。对呀，哎，不聊了，我先回公司发稿了。